自 YG 娱乐宣布 BigBang 12月回归后将参演各种综艺后， BigBang 的综艺参演计划一直受到粉丝们的关注。12月1日，据韩媒报道，据相关人员透露，韩国组合 BigBang 将以5人完整体出演 MBC 综艺《无限挑战》。另外，此次出演的《无限挑战》将于年末播出，粉丝们不需等太久。《无限挑战》节目组回应称 ，BigBang 将在12月中进行节目的录制，目前具体的节目构成和内容还在议论中。BigBang 所属经纪公司 YG 方面也确认 BigBang 将出演的消息。根据相关者透露，其实在去年双方就已经讨论过出演的事情，但很遗憾错过了时间点，于是就约定下次再合作。而此次也将致敬2011年后 BigBang 时隔5年的完全体出演。这期节目预计将在12月中旬后期播出，引发了观众的强烈期待。BigBang 将于12月发布新专辑回归韩国歌坛。另外 ，BigBang 将于1月7日、8日在首尔高尺巨蛋举行演唱会。